儿子当时就是因为他儿子跟我呛说，阿林呢，他就问我说什么叫做纪录片啊？然后他就问我说是不是像 M， 他就跑去里面，然后就开了一台给我看，就说这个是吗？我说不是，他说纪录片是什么？然后他就说啊，不管你们要来拍什么片，他说以前某某导演拍就是这样，哦，看装装装，然后就把那个民众拉到那个外面去，指着这个东西，然后就没了。然后他说那个摄影机是拍到他家就不见了，录到录音档。对，所以他儿子讲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，是说为什么在影片里面我家不见了？后来就是因为这样，我说那我去那阿姨去找一台机器来帮你拍，让你家里可以看得到，好不好？他就说好。这一切都是归他儿子所赐，对啊，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人的那个贡献，就是说还有开网店，那里就是那个要拆掉的开网店哦。另外一个年轻家的，那个李长是代理，但是因为有人做，去等拜托去等签名呢，签来吼，阮这些百姓都拢签不掉。我无要求讲，原先阮都唔知，结果我一个戏哦。就听听咧，讲这间庙哦，要阮这小弟也搁改名啦，大搁改啥物名？等于是自己私相授受掉。啊，偌心塞咧，讲要何负责任啦？迄别插别管的话，我讲出来。结果啦，阮的信徒，阮咧拜十几庙，吼，你都看啦。就他在讲说，社区里面有些内部很细致的，像那个店里面的管理权，因为他有时候就是外部介入要拆掉，什么内部的很多的不同好几代的，就那个纷争会浮上台面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，像我们，所以如果说像我们外面，我们学社造的人要进来，哎，我们要社造的人要进来帮忙的时候，其实碰到这种内部的争端的时候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去，无对头个总体啊。啊，无阮遮不做，我足敏感的呢。就说如果有人做，你爸我话你啊呢？对，我那边出事都有啊，我老母的手都有啊呢，我老母百几岁啊。我知道，知很久的，很漂亮的庙啊。那它旁边就你们现在看到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全部都规划成公园。不做了，嘿，东西有点改变。全部拆光光啊，现在变公园是。这帮得看的人哦，不知道为什么要。热心心的，得看的人来就是安尼啦。晓得，拢买个计算，啊，等滴滴动，市政府吼。就衰。啊，八十几年，阮去市政府吼，市政府都难讲啊。你站到你来，我要拍你。安怎呢？伊怎咱讲安怎呢？恁这间庙吼，甲上个月啊吼，市政府唔插伊吼，我讲啊是安怎？啊，阮若通知单来，拢无人回。啊，伊目的买回，这个人较早是住伫区公所退休啦，啊，知影也无啦。等有市政府也有事，啊，遐老已经退休了啊。什么也有只少人，无少嘛，无少人个少年呢，定来通知拢买回，都较买插你个庙啊，对无？哦，你我等你，但你都唔插我。因为我们有问文化局的，他们有来做，结果他们有来做。迄个地华庙，迄个吼，不构成古迹的条件，建筑样式。确实地华庙有建筑啦，是等老金啦，是小弟啊，盖一盖就好了。啊，因大兄地华有一个什么，是挂金龙华家的，保持的保存的建筑样式。迄金啊，较准。他们是以现在，哎，人下下偌济呢？以现在人的思考去思考，迄阵阿袂，迄个看福建人阿袂长老筋的中间哦，伊个世界底下吼，倒翻翻凶一片一片掉，啊，有摕来互阮看，安尼，即卖玩笑是长老筋，咱拄拄互因大兄，我结果是啊，人死啊，真正。好，啊，我等下再重新到里面去。对，里面最重要是里面啊，因为里面很窄，所以我们大家分批进去。来，大家进来。哎，还有朋友吗？欢迎。好，来，长平来，好，阿门。啊，所以等一下进去的时候，大家就是可以看。然后那个中间那个香炉啊，中间那个香炉啊，那个香炉是已经有60年以上了。哦。都没有换过香炉。那早期的那个沙咒是他们那个
它是已经是新的，听说最早的阴尊是被也是啥嘛？他都拢无，无少刷生两个人进来。最左边那个是谁？农民大人，你家哦，做侪囡仔攀油漆的拢伫遮有咧咧摆，啊，真正听到好多。然后前面是前面，我医生拢宣布无好啊。那这边这一尊，这一尊是这尊应该是，不是沙妈吧？这尊啊，这尊别怕，好资料。这是咩啊？祝生娘，祝生娘啦。对，他是祝生娘。祝生娘，哦，说他是祝生娘。现在要做三米灰啊。那这是什么？他灰灰啊。啊，四千岁，五千岁。好好。啊，大妈中嘛，大不做，大不做，大不做。您三做，您若要去拜吼，我三米票爱千五咯，爱千五元。迄妈是妈做，妈是妈做。那要做不做，这是婚姻不做，这是婚姻。你若要拜不做，爱千五块钱。好。嗯。这妈做甲不做是代志差足多啊。哈哈哈。你代志。